同学们好，今天呢，我带同学们学习古代汉语第五单元的文选部分。第五单元呢，我们今天和同学们一道学习的是老子选讲，因为老子呢有这个81章，我们选讲的呢是第二章、第11章、第77章和第80章，也就是4章的内容。首先关于这个老子和书名的老子，就是老子其人，我们先看老子这个画像。这个画像呢是后人画的，因为当时应该是没有石像的流传下来。这是呢关于老子又名道德经的这个古本的集注啊，我们这个疏影我们大概的了解一下。这个呢是一个关于老子的一个传说的一个雕塑。我们现在的时候有一个成语叫紫气东来，紫气东来说的就是这个传说。这个传说，这个刘向在《立宣传》里面就说了，老子西游，官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冠，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这个图呢就是老子骑这个青牛而过函谷关，他要退隐了，退隐了，这是一个图。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下面我们说老子其人，老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一般呢首先要介绍他的生卒。约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算呢应该是周岁100岁。又称为老丹、李敖。这地方的时候呢，有学者认为这个古时候老和李呢是同音的，认为是一生之转。这个丹和敖也是相类的，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敖刀，敖最很长，长敖也，敖最很长。中国的传统的这个面相认为敖最很长，人是有福的，也跟这个老丹也有点关系。字伯阳，楚国苦县逆乡缺人里人，这个现在河南的鲁邑的太清宫镇人，曾做过守长史之官。守长史之官呢，就是管理藏书的，管理藏书的，主要是史书啊，有是史官的一部分。老子的，对他一个评价是这样的：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在唐朝的时候被征服的，征服的非常厉害，因为唐朝的国姓是姓李，李氏王朝，他追认为老子呢。为他们的始祖，说唐朝呢对老子的分封啊，他的地位啊，道家学派的地位呢都比较高，说因此老子呢先后啊，这个因为老子啊这个苦县呢先后被更名为真元县，因为真元是道家思想的一个主要核心的思想，魏征县、鲁邑县，并在鲁邑留下了许多与老子相关的珍贵文物。这个留下的珍贵文物不是老子生活时间呢，是后人关于老子方面的珍贵文物。因为老子那个时代的时候已经很多东西失传了。关于老子其人呢，历史上呢对他有不同的说法，其中呢就是一个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对这个老子的记载的跟老子有关的文献记载有3个，一个是老丹，一个是老莱子，一个是周太史丹。前2位是春秋末期的人，与孔子是大概是一个时代的，但是后一位这个周太史丹呢，这个太史丹呢，后一位呢是战国时期的，显然跟我们所说的老子是对不上的，对不上的。学术界一般认为老子是老丹，他这个家族世代为周史官，他曾经做过周的守长史之史，是周王朝掌管典籍图书的史官，后因被内乱，他就隐居了，就离开当时的王纪，
就是王的都城里边，守官长官也是他的一个好友，哎，就刚才说紫气东来的他的好友尹喜，说，就说你是一个圣人，有知识有水平的有理论的，但是你要退隐了，那你把你的学术思想写下来，然后他就写成了，一本书。这个书呢分上篇和下篇，上篇呢，据出土文献，上篇是德经，下篇是道经。我们现在的传世文献呢，是上篇是道经，下篇是德经，哎，通称为《道德经》，啊，就是又称为老子，以人类代称他的著作。《史记·老子列传》对这个故事也是有记载的，也是有记载的。是怎样记载的呢？我们来学习一下。老子修道德，以学矣，其学以自隐无名为物，居巨舟九夷九之，见舟之衰，乃遂去。至官，官令隐死曰：“子讲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言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此，就不知道其所终。后来他就隐居了啊。对这个《史记》呢，司马真的《说隐》啊，这引了这个李由的《函谷关铭》啊，里面说了，做了《刘作二篇》，这个二篇就是指道德两篇上下篇。崔颢以隐死为散官令。是也，他认为这个是过的官呢，就是散官啊。张守节的《正义》说：“鲍不子云，老子西游欲官令隐喜于散官，未喜著《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这个老子，或以为是韩国官，《扩地志》也有记载，也有记载，认为这个散官，有可能是韩国官。我们现在只是说老子出关啊。关于老子的这个知识呢，同学们如果做深入的研究呢，想对这方面有所了解的话，可以了解这个两个扩展的知识啊。这我只是简单的提示一下，一个关于老子的姓老的问题，唐澜先生有说，可以看看这个古史辨第四册啊。还有就是就是高亨先生也有说老李一生之短，刚才给同学们介绍的，这个老跟我们现在的磁头啊、老鼠啊、老师啊是不一样的，它是姓，也可以看古史辨的第六册啊，史记老子传鉴证里面的，这个同学们想做深入研究的话可以看一下。老子的生卒后世呢颇多异说，就是史记里面讲到跟老子有关的都有三种说，三处文献提到了，但是呢可以相信他与孔子是同时的，略长于孔子，因为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这通过这个文献的记载呢，应该老子比孔子呢也略长一点，应该是同时代的人，认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或怀疑老子本人是否存在，这个我们学界有人这样说，但是呢不是主流。不是主流。从庄子史记的文献记载来看，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就略长于孔子，说明老子应该是长于孔子，思想应该比孔子的思想要成熟的什么早一点，要早一点。老子的文献的传本，我们说今传本的老子呢分上下两篇，约五千余言，估计最早的老子出现呢应该是春秋末年或战国初期，开始的文字不一定有五千字，后人可能有增补啊。这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文献的传播过程中，在流传的过程中呢，很多都有增补，增补的现象啊。老子文本在传言的过程中，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早期是口耳相传，然后书之于简帛，早期的文字的载体就是简帛，经过不断的加工编排整理丰富，最后形成了我们现在可见到的，就西汉和尚公注本，就是和尚藏人做的老子注，就是他把老子分成81章，前面37章为《道
道经，后面44章为德经，故有道德经之名啊，道德经之名。除了传世的版本以外，就是流传下来还有出处的文献。第一个出处的文献就是简帛，哎，简帛里面的帛书，哎，这是个出土文献的这个帛书的这个图片啊，已经有残损了，残损了。哎，哪里出的呢？哎，1973年，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古遗书，其中有帛书的有两个抄本，第一个是甲乙本，哎，我们两个抄本就是甲乙本。帛书的老子甲乙本分别流行于战国末期、西汉初年，两种抄本内容大致相同，均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刚才所讲的，而我们现在的传世的本子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就是道德经。按照这个出土的文献，应该是德道经啊，部分章次文字不同于经本，哎，乙本字数约有5400字，哎，5400。这个是竹简本，哎，竹简本，这是早期的文字的载体，竹简，哎，这是一个图片啊，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竹简出土了多种先秦的，儒家、道家的竹简古遗书，其中就有老子的有三组，甲乙丙，哎，三组呢，也是残简，字数合在一起也有1700字。相当于帛书本和经本的1/3啊，1/3，章序与经本帛本有较大的出入，文字也有不同。下面我们可以后面我们会讲到，他们举了一章的例子来说明他们文字的不同。郭店简本的老子是战国中期的一种传本，距古本的老子又进了一步。简帛本老子的出处，它有很多的文献学价值。解决了老学，就老子研究老子学问史上许多巨盛不已的问题，使我们对老子一书的编排次序和文字的演变都有了新的认识，都有教刊学和研究的价值。下面我们选取的是第二章，第二章就是我们教材所选取的第一个内容，就是4种版本，一个是合唱宫本，一个是王弼的注本、帛书本、竹简本。同学们，花半分钟来看一下他们之间从句式上有什么不同。应该是重的读的，就故有无相生，来意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句话，前面两个是传世的本子，后面这个是出处的文献里面，简帛本，那它之间有什么不同？好，哪位同学回答一下？好，王雪回答一下。那个传世，那个后面两个比前面两个，多了一个也字，然后就是音是，那个高下相倾，它全部改成了相迎，然后就是帛书本的，最后一个是多了一个横页。是的，好，坐下。这个我们就反映了这个本子在流传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帛书本和竹简本最接近于老子原本的原貌，后来人进行加工整理，是不是变得越来越整齐，越来越整齐？以前的可能性是一个散言，但是后来的时候有语气词。但是我们在虽然这个和尚本和王弼本显然是经过整理的，整理的句式更整齐，符合当时人的整理者的那种阅读的习惯。啊，这地方这个译文呢，我们在后面的具体讲到这个文选的时候，我们会分析为什么产生这样的译文，产生译文是有道理的。老子，我们研究老子，它作为一个古书，我们今人读的时候肯定有障碍，所以在读的时候必然要借助于这方面的古代文献的前人的注解本。老子的注解本呢，最先对老子进行解释的呢，就是韩非，在他的《韩非子》里面专门有两篇是《简老》和《喻老》两篇。这两篇呢，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注解本，应该是一个
对老子进行说解的，说解的两篇，哎，后面对老子的注解的很多，他说道家思想有还应该是好几百家，但是主要有代表的我同学们介绍一下，就是京城较早者的和尚公注本和王弼的注本，前面讲的这是两个本子比较早的，哎，他们两个对老子都进行了注解。金人马叙伦的，哎，老子教姑，丁福宝的，哎，见证，高亨的正姑，哎，任基于的新一，哎，等等等等。特别这地方我们要提到的，哎，两个就是对新出处文献的老子，帛书老子教注和歌殿郭店楚简老子教读这两篇，哎，同学们可关注一下。这是说老子的注解本。如果说想对老子做一个专门的研究，或者做个系统的研究，要对老子的研究的系统的版本啊、注解啊、系统的文献的材料的研究，我们可以看这部书《老子集成》。这是以后的同学们有这个学术取向的，可以看这样的一个查找这样的一个文献。好，下面我们就带同学们学习，哎，教材上面的文选。同学们可以把教材翻到373页啊。我们先讲教材的第一选的第一章，教材选的这一章呢是老子的第二章。那，老子的第二章，这一章说天下戒之，美之为美，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是不善矣。这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天下的概念，哎，就是当时的天下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世界上人，哎，全世界人，就是当时全天下人都知道，哎，美之为美。这地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讲一个语气词，以，这个以呢应该是通这个以，哎，它是一个语气词，表示一个跟也不一样，它表示是在变化的一个说明，哎，一个说明。下面一句话，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这个矣也是这样的。知是知道，皆是副词，天下人都知道了美之所以为美，美之为美就是美作为美的原因，哎，那是由于什么存在而显示出美更美啊？那是由于有丑陋的存在，哎，这地方的斯，如果天下人都知道美好的东西是美的，那丑就显露出来了；如果天下人都知道丑的东西是丑的，那么美好的东西就显露出来了吧？是不是啊？这是相对的概念。斯呢，我们这地方解释为遮，就是辣沫，哎，恶就是丑，哎，以通以。关于以通以呢，我们补充一下，书人解释呢，以与以词也。金篆诗词，王隐之的金篆诗词呢，以优也，以也，古可通用啊，古可通用。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哎，天下人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那是因为有恶的存在，是因为有不善的存在，不善就不好的东西存在，哎，不好的东西存在，可以衬托出善的存在，这是相对的概念，相对的概念。有无之相生也，相生难易之相成，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生它本身是生存存在，相生就相互依存，有和无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难和易也是相对的概念，长短高下是相对的概念。
因生是相关的相类的概念，前后也是相对的概念，相对的概念。那我们说怎么说呢？所以啊，这个有无啊就可以相互转化，难易也是相互形成的，相对而言的，长和短是互相表现出来的，体现出来的，形哎是表现显现，哎是相比较而表现出来的。我们现在有一个成语叫象形见绌啊，挺本身是倾斜，这就是说是高下相互依靠，相互依靠，相互补充。音哎，我们教材的缩写单音，声是和声，哎单音和和声呢相在一起就形成了相互相的和谐，哎协和。前后相随，前和后呢是互相连结的，比如说哎以第三排为后，那第一排第二排都为前，以第二排为后，那个第一排是前，是不是啊？那第三排就是在后，所以说这个是相随的这个概念的表达，概念的表达。这句话是说正反两方面是互相依存，不能分隔开的，即相反相成的意思。哎，这是这个思想，哎是属于辩证法的思想，是合乎辩证法的，是对立统一的，哎对立统一的。这地方哎有一个译文，刚才同学们说了，除了这个语气词也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译文，帛书楚简皆作高下之相迎也，迎是包含的关系，哎包含相互包含，高下是相互包含的关系，其实跟请语义上是不是有关系呢？哎今人的说解是这样说解的，是汉人呢避讳，避汉惠帝啊刘盈之惠，所以把惠改成请，所以说早期的版本帛书版本哎读成迎啊迎。帛书最后啊这句话里面有横引这两个字为句，哎刚才同学们我们对照了已经发现了，但是通行的本就是传世的文本没有横引，就是说这些都是永恒的道理，永恒不变的道理，这是一个总结说明，但是为了后来的整理本呢，哎传世的本子的时候把这两个字就没有了，没有了。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地方就是呢，我同学们呢要说一个无为啊。哎，这无为，无为呢不是无所作为啊。我们再看，道子无为是不为吗？哎，老子所说的无为，处无为之事是什么？处事。是等于做事情，处无为之事就是顺其自然而然，无为而治的意思。事行，行是事行，事行不用言辞说教的教化，实际上说就采取，我们现在认为就是放任主义，放任主义。这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假如整个人类就无所作为的话，这人类的进步啊，文明就停止了。这个无为就是不要刻意而为。就是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哎不要刻意而为。不言之教就是也不是说不教，哎就是说只日常所见，就是举手投足啊扬眉吮目皆可示意，就是只可意会的那种教，不带语言为教，就是非言教而为身教，哎就是庄子所提倡的目教道成的这个道理，就是说的这个道理。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哎，万物就这个世界上的事，万事万物，作，兴起的意思，兴起的意思。甲骨文的作呢是这样写的。哎，甲骨文的作。是这样写的，它是一个劳作之行。后来呢，这个《说文》里面的小篆的"作"呢，哎，是这样的，《说文》小篆的"作"，
是这样的一个字形，哎，小篆的桌，哎，表示人在劳桌之形，哎，帛书的桌，哎，也是比较，就是我们处处的这个帛书的桌，这个也比较相近的，也跟这个甲骨文有比较相近的啊，比如说它比较粗一点，哎，它是兴起产生的意思，哎，产生的意思。这地方呢不辞，哎，不辞。我们教材解释是不拒绝，完全随应万物，也就是无为而治的意思啊，无为而治的意思。那我们传世的文献是不辞，其实呢这个不辞呢，出土的文献呢是桌，哎，辞因为史二载古音同，可以通假。帛书就说的万物作而复始也，复跟不是同意的。那作始就为始创造，那我们这地方呢这个词跟帛书在始啊，同学们注意了，这中间的时候它是也是一个语音的通假的问题，是一个通假的问题。因为词可以有一个一体字，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一体字？这个一体字，这个词，哎，表示拒绝的意思。它所从的，哎，这个是从宜生，哎，我们开始的始也是从什么宜生，所以说他们早期的读音应该比较相近的，哎，所以这上呢，哎，现在的学者认为。它应该解释为史，哎，更接近于老子的思想的，老子的思想，也就是更接近于，哎，原本的原貌，哎，有是占有，私有，注意私有，有所思维，哎，就是说，但为而不恃，就是说一个人要有所作为，但不能依靠。这个依靠是事，是依靠的是执依，就是说不能说不求达到什么的目的，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不是为了目的性，不是为了目的性。那整个的话的意思说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圣人用无为的观点，就是从无为之事嘛来对待世界上的事情，用不言的方式实行教化，听任万物的自然兴起而不为其创始。所以说把它解释，这个解释为，哎，创始事情是自然而产生的，而不是你自己让它产生，或者自己有目的的让它产生。叫有所思维，但不加，要有所为，但不加自己的对于这个行为的目的性，就是不加自己的倾向，功成而弗居，功业成就了功业，就是功成依旧了。我们现在说成就功成依旧啊，而不自居，哎，自居是认为居功，这样的话，正是因为不居功。哎，就无所谓失去。下面这句话，哎，就是夫为不居，是以不去。就正因为你啊不居功，所以就是你，事实上你离不开功。哎，我们现在有一句话，不争为真正的真，哎，不争为真正的真。老子的说的意思说，哎，我们做大自然的所处事的，不要带有功利性，不要带有目的性。一旦大自然的万物作业，哎，就是所做的处理形式的过程中有所成就的话，也不要哎居功自傲，哎，你不争这个功，那么你不居，那么就是不去，就是其实你是离不开这个功的啊。这地方有个句式我们要强调一下，复为和是以，啊，是一个固定句式，表示因果关系的。我们也举个例子，淮南子的例子，父为人下之，是以人上之，哎，父为，哎，这个读应该说夫为不居，是以不去，
这地方的是以呢，是以我们翻译翻成因为，是不是啊？它这样的是以这样一个过程，以是，因为这样，因为这样，这个是是副词前面哪一个？副词哪一个？副词这个不居，因为你不居是有成就了，你不居功，所以你才离不开功，这个分析啊。但是副尾是以，在古汉语中经常做一个固定句式来做一个表达的。这一章呢，我们刚才通过分析呢，我们对这个重点的知识点呢，我们做一个提示啊，就是字词。首先我们看重点的字词用字的情况，就关于以乙通假字，思恶乙，这个乙通乙啊，这是知识的掌握。句末语气词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汉语了啊。第二个词和使这个通假字，我们在这儿已经解释过了，就是万物作焉而不辞。我们教材上解释辞是不拒绝，帛书乙本作万物作焉啊，复始，这地方它帛书上的这个作通这个作，这个西通这个作，这个词皱纹是做这个词，就是这个词与始同音，皆行宜生，确认万物的兴起皆顺其自然，却不为创始，这个始也解释为创始，跟教材上词解释为不拒绝有所不同啊，有所不同。请和迎通假字，我们现在说的教材说高下相请，请当通迎来充满充盈之意。高下相请就是高处和低处是互相补充的，互相充实的，就是充盈的。简本假作迎通这个迎，帛书的甲乙本做一个做迎，为什么原因呢？对它合理的解释就是被汉惠帝刘盈的惠而改成请。词义的分析，第一个思，我们教材上解释为思，教材上刚才我们学习了思解释为则，则就是那么，它为什么思有则的意思呢？有那么的意思呢？它的词义的引申应该是思本身是指示代词，则就是解释，就是在句子中就这样那么就是个引申的虚化的过程，其实它是指代前面的内容。第二个生，有无相生，生本身是产生，生成什么东西，这老子里面第四十章里面就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个生。而我们这样的生呢是相互存在，因为生我们现在有个词语生存，是不是相互存在。形它本身是人的外形啊，外在的东西，引申就表现显现出来的，外在的东西就表现显现出来的。成语说异形于色，长短相形，长和短呢是相互体现，有长才显现出短，有短才显现出长，是相对的概念。音声，古代认为这个声呢是原始自然简单的声音，音呢虽然是很单，是某一个器乐或者某东西演化的声音，我们教材上解释是单音和单音，声是合音，大自然中所有的音响就是我们音呢就是乐音，然后音声相和，随前后相随，随是本身是跟随随从，前后相随的意思就是前后是相互随从，也就是说彼此是按照顺序列排开的，才能看出前后的什么次序，前后的次序。是为而不是，是依靠，依靠的意思，
依仗成语说，我们现在成语说，说这个人有恃无恐，啊，有恃无恐。为而不恃的意思是有所恃为，却不依仗他，也就是说有所作为而不，哎，有一定的图，不图一定的目的，哎，不图一定的，不图报，就不图一定的目的。字词读音啊，我们同学们可以大概的看一下，哎，就是提四点。知识点提示第三，重要的语法现象，天下皆知美之为美，哎，美为美本是一个判断句，意为美好的东西是美的。在主语美与谓语谓美之间用之字取消了句子的独立性，然后充当之的宾语，皆知善之为善，哎，这个善之为善，这个皆知善之为善和皆知美之为美的句子是相同的。那为什么语音取消句子的独立性呢？因为本身这个主谓结构如果加语气词，它应该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是不是啊？会构成完整句子，但是它失去了作为一个句子的条件，它只能做别的句子的什么，哎，做了别的句子的一个成分。那天下皆知主语天下，谓语中心词应该是知，那后面美之为美，美为美，那应该是什么，哎，是做它的宾语。所以说它虽然可以作为句子，但是这样它必须降格作为句子的一个成分，所以这中间加了一个知，也表示这个主谓结构只能做一个句子的一个成分，一般的会做主语做宾语，哎，这样的啊，做这是要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万物作焉而不辞，这地方这个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这个而表示连词的，这个连词是逆接，逆接就是相当于有点是哎轻转，是不是啊，相当于，但是而呢可以表示瞬间，也可以表示修饰的，哎，修饰关系的，但这地方是逆接，我们翻译的时候有个轻轻的转，哎，我们现在还是缺或者而，哎，这个其他方面提示，本篇我们因为讲的事物的相对的概念比较多，哎，相对的概念的转化，哎，辩证法的东西都是相对的概念，美恶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本篇多韵文啊，也分析一下，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哎，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声成形请或者译文吟是押韵的韵脚字，古音均在根部，和随是换韵了，也是押韵的韵脚字，这两句押韵，古音在歌部啊，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或者是译文的使圣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复为不居，是以不去，是词或者是译文的使有是也是押韵的韵脚字，古音接在支部啊，膳食部里面的支部，居和居同字应该同字为韵，去也是属于押韵字，古音在局部，这是我们要提示的。好，我们休息一下。